날 텐데 씻기 전에 날 부디 한껏 녹여줘. 喂，有声音啊！啊，我刚才音量忘记开大。谢谢我们家牡丹哥哥，好棒！谢谢。刚才那首歌叫什么？我忘了，好像叫 Jam Jam， 好像叫 Jam Jam。哦，对，今天对你们知道的太多了。欢迎乐卡哥哥。然后想看加特林的扣个一好吗？答应大家第二个麦序给大家跳加特林的。想看加特林的扣一，不不不不不，一对你们来说太简单了，扣一扣瑟瑟的表情吧，扣一扣瑟瑟的表情，就是两个眼睛是爱心的那个表情，对对对，就是两个眼睛是爱心的那个表情。啊，一听这个你们都可激动了。其实哪个主播跳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是想看，想看电臀是吧？大晚上的，好，给你们跳加特林，瑟瑟表情不要停啊！没有点心的记得点点心，没有点关注可以关注一下。
谢谢发声哥哥，我不行，我得尝一下。这歌简直就是死亡，太死亡了，真的。视频调的有点大是吗？可能我这个前后距离有点不够。喘口气。大家喜欢凡凡的点一点直播室通知，点一点直播室通知，电脑用户在右下角。啊，不行。啊，你们知道怎么点的？知道怎么点的，扣个一告诉我，我就不逼逼了。不知道怎么点是吧？那我还得再逼逼一遍啊！那个电脑用户在右下角，这个地方有一个直播室通知，我前面有个小框框，打上小勾勾就可以关注凡凡了。然后手机用户点这个地方有一个黄色的小爱心，点一下就可以关注我了。不说了，我不喘口气谁跟你跳舞啊，我不喘口气谁跟你跳舞。大家没有点心的点点心啊，又不是说我从993回了直播间就没有跳舞权限了。大家点点心，把小心心往3000上面点一点就可以了。虽然我不知道现在是多少，穿的是什么？没有穿啊。我刚说什么啊？大家点点心，大家点点心，点点心。对，所以我刚刚抖的时候，我就有点，羞。然后大家没有点心，点点心，然后没有点直播室通知，点一点直播室。哎，今天直播室通知涨了好多，你们这个是大半夜不睡觉的干活。感谢五啊，谢谢五，点点直播室通知，然后最后一支舞。最后一支舞跳给大家，嗯。
有声音吗？我说话有声音吗 ？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送来的礼物，感谢我们家牡丹哥大半夜过来跟我来秀山受累了，还有直播间的所有兄弟们，你们辛苦了啊！大家喜欢主播。